I want to give a shout out to my boy Stephen Chow. Stephen Chow. Who is it? That. Okay, 我讲中文你明明知道，但是你不知道叫 Stephen Chow？ No. 周星驰。 哦，我不知道你们，但是我至少我小时候长大都是看周星驰的电影。不是，我在说，我是可以背《唐伯虎》。哎呦，不是我在讲，八个一起上吊，好壮观呐！我要讲一个引起公愤的话，这样你觉得他？OK，我没看过周星驰的电影。What？ 等等，我看过了。等等，你没有资格跟我们讨论电影。这个人我已经把他划掉了，这个人不存在，改贴周星驰。对，周星驰。没有，我看可能看过几部，然后《长江七号》算他的电影吗？那个可以不算，那一定算后面，那不算。对，所以前面那种美人鱼，什么我跳进，我进来又出去，我进来又出去，我那些迷因我看过，但完整的我从来没看过。 喜剧之王还是那是他？那个国产零零七，我全都要，也是他的吗？我不知道，这我不知道，应该吧，有个迷因就是什么，我全都要这样。分手专家，还是什么？那你看蛮多的，当然啦，周星驰。那那那那，如果我今天只能看一部周星驰的电影，我要看哪一部？赌侠没有？那赌神你至少要看吧？没有，我就跟你讲，我一部都没看。赌神不是他，赌神是周润发。 哦，那个我没有没有，跟他说港片我都没看过啊。然后我最印象最深的港片是《寒战》，不是？那你小时候看《间道》也没看过？没有，我小这样，我小时候《内鬼终止交易》就那个《内梗》，我知道《海绵宝宝》《海绵宝宝》《哈特利哆啦 A 梦》啊，对不起，麻辣鲜师。那我们花麻辣鲜师，我们应该找一天给他看一些这个港片，应该看一下。对，这个或者是你们也可以跟我讲，如果我今天只能看一部，我应该优先看哪一部周星驰的电影？ 哇，这有点难哦。少林足球，新的《Top》，周星驰的《少林足球》，我还好。功夫，你看过吧？功夫，你看过吧？台湾的那个电视节目常播电影节目。功夫，对啊，蛤蟆拳呢？蛤蟆功。哦，我知道，我同学都有跟我讲，就那个，哎，那个小孩子，那个小孩子，那个少林功夫后也是哪一个？ 少林足球哦，我是铁头功，铁头功，对对对，那个我有看过。我说一部的话，我会觉得是我个人最喜欢的，是唐伯虎点秋香。唐伯虎，你们排一个 top four， 好，我给你一个好了。top four， 你喜欢做菜吗？厨神，唐伯虎点秋香，厨神这两个，功夫，功夫一定要看，功夫一定要看也是一部吗？不是功夫。 还有那个赌神吧，赌没有，他是赌侠，赌侠，那个啦，赌神是周润发跟刘国产零零七啊，国产零零七，就是他有一个很有名的一幕，就是那个女生要拿枪射他，对，然后结果他要开的时候，那个枪往后射，砰，就打到他肩膀啊，这个枪怎么是往后，他的手这样断掉，这枪怎么是往后射的啊？他说这个枪很危险，你怎么不跟我说呢？这个枪是叫做狡猾的枪。 他的子弹是会往后射的，为什么觉得你讲这些有点Jack的感觉？有一点，Jack的感觉。然后那个他又转过去，然后那个女生就拿左手起来，因为他右手已经被射断了，对，他拿左手起来，然后那时候把枪转过来要射，再射他，然后砰，又。哦，这是什么正常的枪吗？他说怎么又是往后射？他说这个狡猾的枪呢，就是一枪往前射，一枪往后射的，也太狡猾了吧。Hey guys, thanks for watching that clip. Don't forget to subscribe. 不要忘记订阅。 And if you want to watch more, you can click right over here. 如果你想看更多，就按这里，点这边。Click, click.